《玉蒲团》这本书和《金瓶梅》可以视为中国禁书的双绝。《玉蒲团》的警示意义是淫人妻女笑呵呵，妻女淫人亦若何。书中主人翁未央生不惜以马的器官顶替自己的阳具，最后也落得一个妻子被千人吻万人淫的下场。但是很奇怪，后世不少男人依然当未央生是他们的偶像，立志要学他那么风流，淫尽天下美女。在千门镇有一家暴发户，户主西门大官人，单名一个尖子，他封未央生为偶像，苦练铁雕功，每天早上起来把西瓜绑在自己的阳具上来练辟谷功，务求把阳具练得坚硬如铁。我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呀。那别说我西门剑对你们不好，今天我请你们吃西瓜，拿着吃啊。哦哦，吃吃，我吃。好吃啊。然后他继续练铁担子功，用绳子把自己的阳具和牛的睾丸绑在一起互相拔河，他一发功往往把牛鞭扯断，牛就变成太监了。他又苦练插沙功，用阳具在沙上面写字，希望能练成叫天下美人欲仙欲死的本领。我西门这个名字起得漂不漂亮？他做人的宗旨就是朋友妻不放过。他有四个老婆。西门坚是千门镇的霸王，喜怒无常又喜欢用暴力，所以连一些刻意奉承他的人都被他戏弄得哭笑不得。每天黄昏，西门坚的家人就会抬出四面铜锣，分别刻上他四个老婆的名字，他敲响哪一面铜锣就表示他要在哪一位老婆的房间留宿。但是西门坚有时候纵欲过度，想休息一下，他就会敲他已经死了的大老婆的铜锣，那么那天晚上他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进补。不让我们陪了，就是走吧。嘿嘿嘿，老爷啊，鸡子炖牛鞭，鹿茸炖海狗鞭，龙虾炖豹鞭，这坛是三蛇胆虎鞭酒啊，全他妈是鞭，那不是天下的鞭都让我吃尽了。你为什么不笑？我说的不好笑吗？老爷真有趣，小人年纪老了，反应迟钝呢，老爷别见怪。果然是好奴才。阿龙和阿柔到哪儿去了？他们准备去放风筝。不能让他们去。爹，爹，我们去放风筝。不准去。爹，你的轻功越来越棒了，还用说吗？可是你踩着哥哥了。啊，哎呀，你怎么样啊？干嘛站在我脚底下呢？我做错了什么了？九代单传生了这么个傻小子。哥哥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了。你还说呢？我叫你不要出去玩，你还带着他到处乱跑。我带他去放风筝而已，他老待在家很闷的。我们西门家书香世代，你是个女儿家，怎么可以整天在外头抛头露面？万一碰到狂风浪蝶出了什么事，爹的脸丢尽了。
别以为女扮男装就没事，更糟糕。我告诉你，世风日下，人心叵测，现在那些色情狂最喜欢非礼未成年的少男。还有，你的口水不要了。哼，我不管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准到处跑。快跟哥哥回房去。哼。你倒挺有学问的。那当然了，男人那叫什么？让我教教你吧。小孩的叫小鸟，大的叫鸡巴，再大的叫大雕。诗经有云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鸠的是大雕。文雅点叫做玉蝉，又称为首阳。女人那里一般叫玉门，或者是花心。道家叫做颅顶。俗话怎么说？哎，这个我们读书人是不会说的。你要想得到一个正确的发音呢，将门字和西字一起读，那就行了。门西门西门西。哎，还未请教。在下花道，乃一介书生，正想到临镇找名闻天下的名如梅花先生，拜在他门下学习持家治国之道。你可好了，可以到处求学。你也可以啊。我是女子。啊？啊，我是女子，众多的家庭里面一个小男生，哥哥是傻子，我去念书不行的。哦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贤弟，你我一见如故，要是可以一起寒窗苦读，一来有个凉伴嘛。而且学成之后，我立志要猎尽天下艳色，贤弟也可以作为我的玩伴呐。你读书是为了美色？书中自有颜如玉，求功名无非是为了得到美女的垂青嘛。你倒是挺好色的。嘿嘿，人不风流枉少年。哎，日已西斜，哎，我要赶路了。有兴趣的话，就到梅花先生那儿找我吧。再见。哦。我饿了，回家吧。好，回去吧。哎，你说我去念书好吗？好。你就会说好。好啊。说一句不好行不行啊？好啊，好啊。懒得跟你说。死丫头，就是不听话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来人。来。召集人马，把小姐和少爷找回来。张小姐，我不发火，他就不知道我厉害。老爷，谁惹你生气了？正好，死丫头气得我都支起来了，给我消消气。我知道你干活勤快，也用不着叼着不放啊！你啊，娘，女儿很想出去见见世面，向梅花先生求学，做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不要像二娘、三娘、四娘那样也得，根本就是男人编出来骗女人的。娘，听说女儿不孝，要离家出走，你在天要是有灵的话，请你保佑女儿平平安安。还是从后门出去吧。小姐，你上哪儿去啊？现在不早了。是爹叫我练轻功的。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？想偷看？哎，不敢不敢不敢。我睡觉，我叫爹出来啊。一二三，爹！干什么？爹，你的轻功可真棒啊！我们盯了你好几个晚上了。跟我回去。西门家历代祖先在上，不孝子孙西门坚叫你无方离家出走，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要是被外面的人说闲话，你叫我怎么办？上官小姐，打他老爸！不错，我们西门家怎么会怕人说闲话呢？今天我随便拜拜你们，是要告诉你们，我西门坚已经决定了让女儿去读书。谢谢爹。你先别高兴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我才让你去呢。哎，我答应，我答应啊。
留下三个，其他的给我滚出去！出去！是是。啊！不会打我一顿才让我走吧？三娘，出来！我们家族所以这么富有，是因为我们在江湖上是专门铸造暗器和兵器的世家。你瞧瞧这个，是爹花了三年时间设计出来的，叫做真操宝甲。真操宝甲？身上穿了这件宝甲，只有我这把钥匙才能够打开。要是有人敢侵犯你的话，这对护胸刀和狗头铡里面的机关就会自动打开，任何男人都不能占你的便宜。你过来，抓他的脖。去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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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都你，摸他的屁股。去啊！啊！啊！来福，到你了，插他！小的不敢。我给你胆子。不敢，不敢。没屌用，我的屌早就没用了。看我的！要是有人想直捣黄龙，探你的桃花洞的话，狗头铡就会铡他到粉碎。只要你把这件宝甲穿上，爹就放心让你读书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哎呀，老师，不关我的事啊！还说不关你事？你推荐来的西门柔已经到了。嘿，我是西门柔，大家好。哎，喂。老师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哎，老师，还给我，很贵的。这个字不会念的，这是磨墨的。你们平时放学后有什么消遣啊？吟诗作对，弹琴练剑啊。练剑？是啊，天天都比赛，现在还在后山比呢。要不要看看？好啊，走。加油啊！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全都不是我的对手。给钱，你们全部是我杨巨长的对手，还有谁来？我来。你，哼，掉下败将。我告诉你，我憋了几个月才来的，我不信赢不了你。试试看。哼。哎，别夸了，来来来，要赢他。行不行啊你？这么久，担心你自己吗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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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怎么像撒尿，想跟我斗？除非你是童子身。喂，那个新生像个小孩子，一定是童子身呐。哎，对呢。好，过去刷刷他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是不是童子身啊？对呀。哎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兄弟啊？啊，是是。是兄弟就帮帮我吧。来呀，就帮一次。别别别别，别玩了，不玩了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帮我一下。我都说不玩了。别逼他了，他不玩，关你屌事！这次真的关我屌事！哎呀！哎呀！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不过小弟弟疼得要命，快扶我回去擦点止疼药吧。好吧。疼死我了，找到没有？快点！我在找，你别吵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，找到没有啊？
找这么久啊，你找到没有啊？咦，真难看了。我难看，你不也有吗？你很舒服吗？哎呀，花道的下体伤得很重啊！老师，他会不会变得太贱了？怎么办呢？他虽然自作自受，你呀女扮男装读书也不对啊。这样了，你负责带他去求医。有医生能治好他吗？九宫山极乐观有位极乐道人，懂得猜阴补阳，一切邪门之法都懂啊！你快带他去。哎，他收费很贵的啊。没关系，再贵我也给。你带他去吧。哎。他只剩下那么一点点，小心被鸟吃了。喂，那边有很多小鸟啊！教父，还有多远了？啊，翻过这山头就到了。你再忍半天吧，很快就到了。我的命根子被你的护驾扎得像个菜花一样，我的终身幸福让你给毁了。谁叫你好色？喂喂，等等我！喂，等等我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大夫怎么样啊？嘿嘿，你的小弟弟啊，一根变二十几根，救回来也没用啊！再把烂肉割掉，就算是娶猫做老婆，也会嫌你小啊！啊，那怎么办？哎，你不用怕，那现在有三个办法。第一呢，就是把它切掉。做太监或者是做男妓，被男人玩还可以赚钱呢。那可不行。哎，没问题。还有第二个办法，就是干脆呢挖深一点做女人，到时候有男人疼你了。做女人要生孩子不行。那就第三个办法，换一根屌。嘿，谁肯跟他换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10年前我师兄肥正就给未央生换过一根马屌，效果非常好啊。不管是黄花闺女还是淫娃荡妇啊，都向他投怀送抱，享尽人间艳福啊，真叫人羡慕啊。可惜马屌终归是马屌，干了他同样会精尽人亡。所以我呢绞尽脑汁苦思3年，终于让我想通了，成功发明了机关屌。机关屌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机关屌啊很了不起的，那有36种机关，可以伸长、缩短、再伸长、开叉、旋转，也会转的。喷水，哎呦，很烟。哎，其他我都明白，就是不明白喷烟有什么用啊？喷烟可以增加诗情画意，还有神秘感呢。那有没有感觉啊？嘿嘿，这个呢就要看我的手工了，不然你自己粘上去就可以了。要多少钱？5000两。5000两？你以为是真屌啊？假屌不用钱，假的也要钱的吗？太贵了，这玩意有36种机关呢，不容易找的，当然就这么钱了吧。别吵了，我替他付5000两是吧？问你那哈哈，小兄弟够爽快，我大眼睛送你做屌毛。你留着当牙刷吧。那我省了。哎，请你出去。不行，我也出去。喂，你在外面等我啊。喂，快动手啊，钱都已经收了，还不快点开工，快点。喂，一本书不用那么恭敬吧？你真是见识少啊！这本是《玉女心经》啊，是合天地之灵气，除了一切医学阴阳之道之外，最后一章啊，有一种采阴采阳之术，练成之后可以幻化男女，任意采补男性元阳和女性元阴，还可以延年百岁啊！那么厉害，你怎么不练呢？
我这副尊容啊，变成女人，人家会说我冒丑啊。幸亏你有自知之明，开工吧。你这么多话，叫你说不出话。哎呀，疼死我啦！来者何人？幻姬求见道长。原来是幻姬女施主，请到精舍稍候。请。这双眼睛怎么会那么吸引我呢？我有一种感觉，这双眼睛好像跟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喂，道长，怎么我还是没反应啊？啊，快有了，我把这缝好了就有了。哎，是，对不起啊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我知道。哇，哎呀，道长，我有反应，有反应了！糟了糟了，糟了糟了，不好了，道长，我停不下来啊，停不下来呀，道长，道长，你怎么样？哇，很厉害啊！我的牙都给你打掉了。道长，我就是幻姬。啊，幻姬姑娘，你的信我看过了，我知道你的来意。那么，请道长为小女子施术吧。道长，行了没有啊？这么多话。把他抬进去。是是。喂喂，哎，道长，道长，我控制不了，快帮我把他弄停啊，道长，帮帮忙！哎呀，哎，女施主要我帮你改容易貌，莫非相貌奇丑？非也，我有迫不得已的苦衷。你有什么苦衷啊？道长不必过问，只要道长帮小女子改容易貌，我的身体就属于道长您。嗯。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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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！小兄弟，麻烦你通传一声，铁中堂求见极乐道人。我并非极乐观的人呢。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进去了？我看见刚才有个女人进去了。告成，只有我才有这个能耐。幻姬姑娘，从现在开始，除了我之外，天下再没有人知道你本来的面貌了。谢谢道长。是你报答我的时候了。你看，这张椅子形容蝎子有什么用处？这张叫做极乐椅，只要把女人放在上面，可以任意玩乐，玩什么花式都可以。贱妾愿意服侍道长，不过贱妾还有个小小的要求。哦，你说吧。我知道道长有本不传之秘《玉女心经》，我想开开眼界。有什么好看？道长啊，让我看看嘛，我会好好服侍你的，要不要试一试？这不太方便吧？你不是很想得到我的身体吗？让我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吧。嗯，那你看一会儿好了啊。放心吧，道长，小女子只是借图一恋，很快就会归还的。哎呀，极乐道人他怎么？原来幻姬来找极乐道人帮他易容，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，要抓他更加难上加难。是啊，刚才我听见他们在这干得可厉害了。幻姬是女妖道，修炼采阴补阳之法，专采男人元阳。已经被他害死了好几百人，被他害死的人全身精元都被他吸干，他是靠吸取别人的精元来增加自己的妖术。我奉命追捕他，从北到南追了七个省都被他跑掉，
我知道他想得到极乐观的一本《玉女心经》，练采阴补阳之法，当他的妖术练到最高境界，变男变女，随心所欲。没这么可怕吧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担心他得手后妖术会更厉害，到时候就有更多无辜的人受害。小兄弟，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他易容后的样子？没有啊。我认得他的眼睛。你们要是有换机的消息，就到本县衙门通知我。我看他暂时还会在南方作恶，我可以留在本镇一段时间。那好，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。大哥，叫我铁中堂。我走了。一个捕快有什么了不起？这才像个男人吗？像你啊？那前面那部分肯定换机拿走了。你可别小看他，就这一半也是宝啊，将来一定用得着的。好点没有？好点了吧？走。又想吃我豆腐？快来快来！喂喂，你怎么摇摇晃晃的？我的头还晕着呢，你别再来刺激我。到我家养好伤，再回书院吧。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，是吗？真的，快去看看，快去看看，快点快点。水伯，谁成亲的？哦，你大哥。山下的李大傻交不起钱住，你得要把他女儿小翠嫁给你傻大哥。回去看看吧。喂，我们也去凑热闹。操他奶奶的！新娘子到现在还没来。老爷，快到了。新娘子到了。新娘。坐在中间那就是你爹，嗯，挺威风的。老爷，新娘子到了。这个新娘子长得真是不是啊？怎么整点的妞，便宜了那个傻小子。可以拜堂了，放下，走开。爹呀，爹，我回来了。你可回来了。这位是我同窗好友花道。伯父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小子。看你这个样子，可不太老实啊。老爷，还是先拜堂吧，过了吉时就不太好。说的对。来，拜堂。拜堂，拜堂。老爷，不是你。嘿嘿，是少爷。你他妈走晕了。喂，小子，西门家开枝散叶，儿孙满堂的责任全靠你了。快进洞房吧。爹，我不会洞房。你这个傻小子什么都不会，要不要我替你洞房啊？好好好。操，你以为爹不想吗？不过进去吧。老爷还不睡觉去，赖着干什么？走。好好好。老爷到时候睡觉了。你回来干什么？想偷个案？不是，走，不是。来啊！来抓他的布，抓他的衣服，抓他的布啊！抓他的布，没用的东西！开门，开门啊！开门！什么事，爹？小子，你他妈忙了半天，忙什么呢？剥他的衣服，亲他的嘴，抓他的脖，然后就上马吗？上马怎么上？
他妈怎么教都不会呀！把你撒尿的地方放进他撒尿的地方不就行了？你跟小龙慢慢来啊！去吧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把你的东西拿出来，放进去。来来，别怕。公公，使劲儿！老爷给儿媳妇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啊！不会吧？亲眼见到的。家丑不可外扬啊！我们老爷性子刚强，劝他也没用。我们先守秘密，等待时机再劝他吧。那么恐怖，我看应该报官吧。报官有个屁用，这个镇我就是官。爹，二娘死得很可疑哦。公公，昨天晚上我看见二娘手里拿了包东西，跟两个男人出去了。我见他们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哦，真有这样的事？来不，看看二娘的首饰还在不在。是。你真机警啊。老爷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事情就这么简单。这个臭娘们偷汉子，然后跟人家私奔，谁知道人家要钱不要人，就杀了他。可是二娘全身赤裸，而且一身都是血啊！肯定是那两个家伙分赃不匀，或是嫌钱少，所以叫几个兄弟来将他轮奸，一个接一个。你看看他，全身有洞的地方都裂开了，还流着血，简直就像被二十几个人轮奸似的。老爷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家丑不可外传。雷普，是随便找个地方把他埋了算了。爹，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啊。我一定要查清楚，看谁吃了豹子胆敢勾引我老婆。这件事你别管了。小翠，以后小心一点。不如我们先回房去吧。真的。难怪爹老帮着他。喂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晚上我们去验尸啊。哎呀，他的死法好像玉女心经上写的一样。采补元阴心星大法，逆以即将泄未泄之时，时阳其出，贯其体，吸其真阴，功力倍增，幻化阴阳，随心所欲。时阳其出，不可能吧？可是他全身好像被人强奸过似的。真因被采之女，腹内空无一物，无药可救。把他肚子剖开看看。你来吧。请别见怪啊。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啊，肠子、胃呀、肾的什么都没有，连子宫都没有。难道是换鸡干的？错不了，只有他懂采阴补阳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也没办法。花道，你去找铁捕头。铁中堂？只有他对付得了换鸡。我怀疑换鸡就在我们家里面。喂，你怀疑？我觉得小翠很可疑，我们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来过。好，去。哎呦，你替你干活，你还要打人？我们回去。关门轻一点啊，小心点，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去过那儿啊！记住，这么晚上哪儿去啊？哦，我们去柴房抓老鼠啊。是吗？柴房是实地也有老鼠啊。是啊，是啊。你们有没有追到街上？没有啊，抓完了。我们休息了，走了。哦。
给我，让我玩吧。高一点，高一点。真奇怪，小翠看来好像个不通事物的小女孩，怎么会跟爹做出乱伦的行为呢？二娘又怎么会死呢？难道不是她干的？知道他走到崖边，一不小心就摔下去，吓死！真是家门不幸，九代单传这么一个儿子出了这样的意外。小龙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小翠的。为了给我们西门家留后，为了补偿小翠的痛楚，我西门监现在宣布纳小翠为第五房妾。公公娶媳妇儿真是笑话，这是乱伦。管他什么伦，都是人编出来的，这个镇我说了算。大哥尸骨未寒，你就纳小翠为妾，大哥死也不瞑目。操！谁说不瞑目？你来看看瞑不瞑目。臭小子！活着我没捞着什么好处，死了还要吓你爹啊！非要这么做，我就走，永远不回来。你说什么？住嘴啊！你们他妈再张嘴，我就都饶不了你们。许腾，铁捕头。喂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刑部一级捕快铁中腾。来干什么？我奉命来追捕彩阴补阳的妖道幻姬，我怀疑他就在本镇。幻姬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得到一本叫《玉女心经》的邪门秘籍，彩阴补阳的功力极高，专门吸取女性元阴来加强功力，已经有不少人遭到他的毒手，他会在附近继续作恶，我怀疑你二娘就是被幻姬害死的。既然这样，还不他妈抓他？我怀疑你们新加入的成员就是幻姬的化身。啊？谁呀？你说谁？谁呀？你说啊，就是他，混账！他手无缚鸡之力，不会是凶手吗？天下最毒的蛇都是五彩斑斓，非常吸引。可是当你被他咬一口之后，就知道他有多毒，到时候就太晚了。操！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小翠现在是我老婆，你碰她一根毫毛，我就要你的命。这是冥顽不灵。这个镇上我随时可以调动上千人，就算你再能打，也跑不了。想不想试试？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打架，当我有足够证据的时候，我会再来找你。你自己好好自为之吧。小兄弟离开这里会安全一点。铁捕头，我跟你走。死丫头，你竟敢不听我的话！你跟他走，以后就别回来。有没有吓着你啊？放心，有我在这儿，谁也不用怕。小翠是你爹强娶的穷家女，既然大家都觉得她可疑，就到她家里质问她父母，说不定会有线索。妈，这好像没有什么人气呀。
小心了！三具干尸，看来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。你是说小翠她？看来真正的小翠和她的父母，早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你家里那个小翠，是幻姬的化身，她为了逃避我，躲到你家里修炼玉女心经。那爹不是很危险吗？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爹不疼，外面有埋伏。哎呀！你帮外人！爹，你疯了！杀官差罪名很大的。你滚开呀！死了就干净了。怎么说我也不走，你连我也杀了吧！爹不疼，我们走。哎，老爷追不追啊？哎，不用追了。他中了娘子给我炮制的烈火箭，半个时辰内没有女人跟他交合，他就会抱羊而死。哎，老爷，小姐跟他在一起，怕不怕？当然不怕了，我女儿有贞操宝甲护身，她能看吃不着，死得更难受。不是啊。好，我们回去了。阿昭，回去。这有一座庙，我们进去避一避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全身是要裂开一样，中的是毒箭。毒箭？爹从来不用毒箭的。一定是幻姬教他用的。是幻姬？那玉女心经可能有解毒的方法。好热，好热。烈火箭乃天下制银制毒的毒箭，中者全身发热，阳物胀大。要是半个时辰之内无女性与之交合，阴阳调和，中者必将全身爆裂，阳具暴血而死。好阴毒啊！我背你到妓院去。来不及了，西门小兄弟，你快走。算我铁中堂，命该如此。啊，好难受！小翠，小翠，出来呀！相公回来了。那些王八蛋捕快全让我杀光了。相公真是智勇双全，快上来，我们喝杯酒，庆贺庆贺。嗯，好啊。这是什么酒啊？又香又醇。是波斯来的食补销魂酒，喝完之后劲头十足，特别畅。那可要多喝点了，用壶干吧。真是痛快啊！喂，别玩了，快过来吧。我就不过来。那你看像把剑一样，不方便了吧？我才不管呢。好，你这是吊我胃口，我可六亲不认，我要翻脸了。翻脸又怎么样？这种酒叫食骨销魂金枪不倒七日射血酒，喝了之后会金枪不倒，不断交合，七天之后会射血而死。不过要是一炷香的时间都没有女人跟你交合，你就会阳烈而死了。阳烈就是了断呐！这就是那个贪淫好色的报应。三娘，
在这儿，怎么搞的？甩下我太不讲义气了。啊？啊？哦，完了，完了，护甲都劈开了，什么都完了。我们没什么的。小兄弟，阿柔已经是我的妻子，她舍身救我，我是绝对不会辜负她的。我来迟一步，被你捷足先登了，你有种！你别生气，这玉女心经我看过了，知道幻姬练的是采阴补阳之术，每到雷电交加之夜，就会银杏大发，幻化男女双身，吸取云阳云阴，到达极乐境界之时，也是最软弱的时候，我需要你合作。你和安柔回到西门山庄对付幻姬。老实说，你说的话我不相信。我要你帮忙，你帮不帮啊？帮。大个子，你也要我帮忙吗？娘子，你回去凡事要小心。嗯。夫人，夫人，什么事？夫人呐，小姐跟花道少爷回来了。真的？我爹他，你爹得了疾病，三天前已经去世了。其他人呢？全都跑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没人为我做主。我和花道在这住几天，一切后事就由他打点。谢谢花相公。嗯。以后西门家就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。没有啊，我脖子很酸，活动一下嘛。就你宝凤，你干嘛看着我呀？外面鬼影也没有，天天洗澡洗两个时辰，你不累吗？我感觉今天晚上一定有事，闪电闪个不停的，每次雷电交加就会有事发生。我才不信铁中堂的话呢。为了替爹报仇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别把气氛弄得那么悲壮，我都想撒尿了。那你先出去吧，你出去我才可以出来嘛。嗯，那好吧。花相公，去撒尿还带着刀啊？难道怕别人强奸你？不是，我是怕狗。我小时候撒尿经常被狗咬。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呢？是不是怕我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我怎么会怕你呢？那么你怎么不睡觉？你看，雷电交加。风又大，我很害怕。那你怕什么？你回房里，被子盖着头就不会怕了。我连回房间也害怕呀。老爷就死在我房间里，他死的时候样子挺吓人的，两眼凸出来，很害怕。不如你陪我回房间睡。我回房间了。我真的很害怕。你陪我回房间睡吧。陪你睡？是啊。你不怕我？不怕，你是正人君子，我怎么会怕你？算你有眼光。这么正点，你说他是男人变的，怎么说我也不信了。那你答应了？啊，好。大丈夫护花有责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小翠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我怕你看不起我。怎么会呢？
你会的，因为我连嫁了两个男人，而且他们都死于非命，人家一定会说我是扫把星，克夫命。我两次嫁人都是被逼的，只要找到我喜欢的男人真心爱我一夜，我就为他死。你不要说这样的话。花相公，如果我说你是我喜欢的男人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下贱？不会，怎么会呢？你会不会爱我一夜呢？助人为快乐之本，陪你一夜，我绝对愿意。手，放手啊！啊，救命啊！小弟弟，放烟雾啊！放烟雾！啊啊啊啊啊！娘，放手！救命！哎呀！姚丽，受死！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怎么会这样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吸进那么多元阴，现在还想心里的元阳。好啊，你拿我做饵。只怪你好色之过，受不住迷惑。你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去收拾他。喂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！怎么样，摆平了没有？被他跑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去看着阿柔。啊，还有。想抓我，铁心堂，受死吧！就去迎你最喜欢的女人，享乐完了，回来我再迎你，你就慢慢的等着吧。这杯酒，你爹喝了以后就抱养死了，现在该你喝了。你喝下去之后会欲仙欲死，然后我和你交合，大家就会有极大的乐趣。当你高潮的时候，我就吸进你的元阴，让你在极乐中死去。走吧，我们走了。来，西门坚他不信因果，坚持行淫，结果妻子女儿全部被幻姬所淫，只有西门柔宅心仁厚，虽然失身，但是逃出升天。因果之说，真是信不信由人。